约书亚信息一，谈你该如何说不。传导者凡夫。注：这一篇的主题是提供适当的协助，有时候应该要说不。约书亚，耶稣基督，约书亚，约瑟之子。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你该如何说不。你该如何说不，题目听起来有点儿特别。身为一个光之工作者，常常会陷入一种困境，就是急于助人，乐于助人，常常希望能奉献一己之力，对于其他的存在能有所帮助。但是慈悲需要智慧来引导，一再的提供协助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。有时候我们应该要说不，应该要克制自己想要提供协助的那种心情。虽然这些光之工作者都非常的乐意，非常的愿意去协助其他的存在，但是往往因为不知道该有所取舍，而使自己陷入一种困境，就是被他人依赖的困境。简单的讲，就是当另一位或者另几位在这个世界的存有遇到困难了，于是你们主动的、乐意的提供了你们的协助，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中，由于你做太多了，所以没有让对方学习到他应该学习的。于是，当下一次他在遇到相同的情况，他仍然不知所措，仍然无法处理那样的问题。于是，他又会再一次的求助于你，因为你曾经那么乐意提供协助。于是你又义无反顾地投入了这样的行动，如此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将发现你已经竭尽所有的精力去应付这些无止境的需求，而仍然遭受到抱怨。如果你正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我要告诉你，告诉你们，该是说不的时候了。说不并不代表我们对其他人的感受毫不在意，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你只应该提供适当的协助，而不是无限制的协助。你可以提供协助对方的机会，但是不应该无限制地把自己投入在这样的情境当中。因为每一个存有都需要成长，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，必然会遇到种种的困难，种种的关卡。这个时候他需要学习的是克服困难，冲过关卡的方法，而不是你完全的替代。只有在对方无从下手了，不知道该如何克服困难，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，我们才提供适当的协助。请注意，主体不是你，而是遇到困境的这些存在，要让对方能够有学习的机会。所以，下一次当有人请你协助的时候，请好好发挥你的智慧。该说不的时候就直接说不，该提供适当的协助就提供适当的协助，这是对你、对你们的锻炼。所以，什么是过犹不及？过多的协助将使对方无法成长，完全不予协助将使很多的存在陷入无法解决问题的困境。这中间的取舍同样需要经验的累积，而这些经验当中最困难的，对于光之存有最困难的就是那个字不。不要害怕说出这个字，只要你的存心是正直的，是善良的。这是今天的主题，很简单，但是需要反复的练习。你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凡夫，请问太乙和你是什么样的关系？约书亚，太乙就是一切的源头，而我同样来自一，我们都是灵性的兄弟姐妹。在这个时刻，我将协助各位，随同各位，进行同步扬升。再会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约书亚信息二，讲有哪些外星生命。传导者凡夫。注：这一篇是请约书亚谈谈外星生命，不过奇怪的是，
我脑海中有关银河系的太阳数是大约1000亿颗，整个宇宙中大约也有1000亿座银河。可是录的时候他说的却是万亿，所以我在录这一句的时候心里很抗拒。结尾有句话，上帝之爱是无所不在，弥漫所有的世界，但是你要敞开心扉。说的还真好。这篇有点长，看的时候要耐心点。约书亚，耶稣基督，约瑟之子。约书亚，今天谈有哪些外星生命，这是因应你的请求，今天来谈一谈这个题目。首先我们要来厘清，就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其实有分很多类型。你们肉眼所见的是一种以物质形态显现的生命存在状态，但是并不是唯一的生命存在状态。像我现在所处的状态跟你们所处的状态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在我们谈论所谓的生命之前，这要优先的定义清楚。第二，在你们居住的地球，以物质形态存在的种类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，有许多你们还没有发现的，所以对于这些你们未曾发现的，是不是也就等同于这些外星生命呢？因为那些也是你们还没有发现的。再来，我们要说这些外星生命，像之前出现过的那几位，也有其他的存在。这些存在状态都和你们有所不同。真要讲，在一个银河之中就有几万亿的太阳，在这几万亿太阳之中，有许多足以适合生命发展的地方。再想想看，这个宇宙有几万亿这样的银河，所以要问哪里有外星生命，单以这个物质存在的世界来看，就已经数之不尽。所以我们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和各位有关的，应该说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。和各位是邻居的左邻右舍，太远的对于各位来说已经是无可考，所以谈论也没有很大的意义。接着我们就来谈论，就在各位附近的星空，是不是有许许多多的存在呢？可以很肯定的告诉各位，有。那么我们又要问，所谓的附近星空大约是多靠近呢？从你们的眼光来看，大约是离你们最靠近的大约是数千光年左右，远一点的就暂时先不要考虑，在这个范围之内都是各位所熟悉的，至少是天文学家很熟悉的。在之前来谈过话的这些友人当中，像一家等等都可以算是各位的邻居。那为什么他们要关心你们呢？我们可以很形象化的类比一下，比如说就以你们生活的形态来看，当你的邻居家里面整天传出来的都是恶臭，都是吵架的声音，那么身为邻居，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表示关心呢？如果你们不去关心，也许改天就会发生难以预测的意外，比如说忽然之间你的邻居房子里面起火了，爆炸了等等。为了维护左邻右舍的安宁安全，所以这些邻居们，这些友人们必然的要关心各位。其实这样的比喻还不够，因为这些会来关心各位的星际邻居本身已经存在了很久很久。在这个时间的舞台上，一个文明能够存在很久，必然是经过了无数的教训，知道什么样会导致毁灭，什么样会导致扬升。也就是说，跟各位比起来，他们所学到的在这方面比各位是进步多了。所以基于自保也好，基于大爱也好，他们都会来关心各位。但是基于灵性的法则，他们没有办法直接提供他们的协助，于是只能以一种间接的，比如说其中一种方式
以转世化身的方式成为地球上众多存在的一员，以此来贡献他们的经验、智慧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。第二个就是透过非显而易见的联系方式，也许以你们通用的习惯叫做通灵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一种通讯的过程。透过这种通讯的过程，他们可以表达他们的意见，但是不能直接参与。很可惜的就是，在你们生存的地球上，障壁过于沉重了。因此，虽然这些星际邻居运用了种种可以运用的方式来协助各位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还是努力不懈地运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提供他们的协助。但是在这广漠的世界当中，还是有一些心灵进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这些存有。他们，应该这样说，就是他们同样在寻找，同样在进化，同样需要扬升。但是他们迷失了，找不到路了，他们坚信技术、科技才是唯一的真理，这样的一种存在。虽然在技术上比你们领先，不然他们无法到达这个地球，也就无法被你们所觉察。于是，由于这些极少数的、层次相对偏低的这些外星生命，对于你们的生存环境造成若干负面的影响，于是你们的恐惧，那种负面思考的形态就加速的运作。有一句话叫做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一看，果然。所以你们就把所有的一切来自友邦的协助都拒绝了。可以这样说，99.99999% 都是爱好和平的存在，拒于门外了。当然，在许许多多的外星世界，也不是只有你们所谓的外星人，同样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生命，不同层次的生命在演进当中。所以当我们谈论到外星生命的时候，其实要分好几个层次来看这个问题，而不是一谈到外星就只想到所谓的外星人，只想到跟你们一样的这种外星人，这是要了解的。以前，应该说之前的谈话已经提到了，就是各位都在一个旅途当中，就是你们从源头出发，来到这个世界参观、访问、学习，有些人走得比较前面，有些人走得比较后面。但是到了最后，我们都要返回到出发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之所来，我们的源头，回到那个源头。在这一路上，我们所见、所闻、所学习到的，都会在我们回到源头的时候融入源头，成为一个不同的整体。有什么是不变的呢？有，就是进化是一个永恒的旅程，是不断不断的进化，而各位还在刚起步不久的状态，刚刚离家不久的状态，前面还有好几个层次需要学习，需要经历。但是无需恐惧，要相信我以及众多的协助者、指导者将会协助各位、指导各位顺利地进行学习之旅，直到返回源头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所以各位不要有任何的害怕，但是这并不表示你们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努力就得到甜美的果实，不是这样。就好像你口渴了要喝水，别人没有办法帮你代喝，你肚子饿了要吃东西，别人没有办法帮你代吃，这样的过程主体是谁呢？还是各位。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，就是外星生命，如果他们是提供协助的，当然我们可以接受，但是主体是谁呢？还是各位。协助终究只是协助，就好像在你们的田径场上，枪声一响，选手都开始跑步了，所有其他的存在都只能在旁边加油、鼓励、打气，真正会在跑道上跑的就是各位。
从起点出发再回到起点，意思就跟这个类似，但是我必须一再的保证，只要你付出努力，只要你们持续不断的付出自己的努力，那么你可以确信将能得到众多神圣存有的协助与指导，这是毋庸置疑。在你们不同文化、不同宗教当中，都有很多崇敬的对象。在有困惑的时候，不妨就向你们认为对你们最好的那些对象祈求、祈祷。我要说，各位都是最珍贵的，没有任何一个存有会被放弃，除非你自己放弃自己。上帝之爱是无所不在，弥漫所有的世界，但是你要敞开心扉。这是今天的谈话，下次再见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